有些顾客会问我，这家鸡可以不可以一杯一杯冲咖啡？如果你要我回答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我非常的不鼓励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冲咖啡，我们需要用滤纸。这个滤纸呢，本身它就是一个成本。如果我们用一张滤纸来冲一杯咖啡，那么成本不是很高吗？如果说呢，你冲30克兑300 ml 的水，和冲300克兑3000 ml 的水，那么300克兑3000 ml 的水会好喝过30克兑300 ml 的水。虽然大家的比例都是1:10，当你冲多的时候，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。这个机器，我们俗称为 batch brewer， 就是说我们批量的冲煮咖啡或者是茶。这里的咖啡粉300克一包，我就倒进去，稍微打平，放进机器，按一按键钮，咖啡机就帮我们做工了。这样子，老板有时候会在想，或许我4点就关门，3:30突然间有一个单子进来，我还要不要冲一壶的咖啡呢？我的建议是说，您绝对可以放心去冲一壶的咖啡，因为用不完的咖啡，我们可以拉出来，把牛奶加上，然后收到冰箱，明天拿来做咖啡冰都不是问题的。当然，如果您不想这样子的操作，基本上咖啡机有2个键钮，我可以设置1分或者是半分。